大家好，我是小六。今天呢，我们到了横店打卡。那这里是横店影视城啊，清明上河图，我们进去走一走，看一看啊，走。这里面在拍戏哦。里面走了一遭，就好像是穿越到了宋代一样啊！清明上河图，里面也挺好玩的，挺有意思的啊。好，那个咱们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次再见。拜拜。